春节就要到了，彰化市公所今仔日邀集彰化警分局甲社区守望相助队，举行107年加强春节期间安全维护工作慰问金发放仪式，隆重发放345,000块慰问金，和46个治安、交通、消防等等相关单位以及社区守望相助队，提早慰问春节期间将付出的辛劳。彰化市长柯建福以颁发慰问金予彰化警分局甲社区守望相助队。市府以及侦查队的。过几天就是春节假期，警察当然、宪兵队、交通甲消防当然，以及全市所有守望相助队队员，定定无分任何敌情，在工作上全力付出，维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所以彰化市公所每一年在春节之前都会来颁发慰问金。非常感谢咱彰化分局吼，啊，咱分局长黄光龙啊，顶呢啊，每一单位啊，甲所属的派出所，啊，甲咱消防相助队吼，啊，这个消防、宪兵等等的单位，在过年这段时间啊，加强维护咱春节期间的安全的工作。所以咱今日特别啊，发放到这个慰问加彩金。啊，我们呢，在啊单位伫过年时间，会当来协助啊，来维护了咱啊彰化市民，甲咱彰化市伫过年时间的安全，加交通的这个秩序，和大家拢会当好过年，过好年。过年这个期间啊，我们啊严谨吼啊，大家诶为着咱的治安、交通、甲服务这三块吼，会尽量来做。啊，今仔日非常感谢市公所啊，对阮各单位的慰问啊，而且我们会竭尽所能啊，确保我们市民的财产安全。即个慰问金的颁奖对象，包括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、甲辖区各派出所、交通警察队、宪兵队、彰化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彰化分队、东区消防分队等等23个相关单位，以及全市的23个社区守望相助队。新彰化新闻，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。